生态特别好，还有小松鼠。我们前几天在晚上还看到了狐狸，这边东西特别多。今天我们看到了三只松鼠，然后前几天有一天晚上我们看到了一只狐狸。爸爸蛮开心的，妹妹还在那边捡到了一个毛栗子。生的。他说他都不想家，然后我说我们今天就要回去了。他问我到哪玩，他说我们说他在机场玩，然后呢他说啊我不想回去。
Thank you.
了。